受辱吧，混蛋！从小种子到浩瀚星辰，都跟我们息息相关。 先抢钱，再把他们打扁。<笑>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 我先挪出空间。哦，那条绳子又在烧了。 Thank you.
小乌龟耶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绳子又在烧了，部落坚不可摧，突破防线。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小种子也能立大功。小种子也能立大功。生命、成长、快乐与朋友。太重要的只有爱心、又在烧了和死亡。愿阳光温暖你的脸，最后一张牌了，希望是张好牌。哦，那条绳子又在烧了。哟吼，厨房去拿点心喽。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我的牌堆呢，和死亡。
我要快速的跨出的最后一步。 你居然没打扮！完工了！这就是你跨出的最后一步。再热一点。 渴望复仇！现任风暴！洛卡拉，时候到了，让我看看你学习的成果。
疯啊，服从我的命令。王子变青蛙，一定有办法。训练有成了，部落坚不可摧，那就是你迈出的最后一步。